嘅觀眾大家好啊！又嚟到一點半鐘嘅時間嘅午市新戰線。嗱，除咗繼續有我司晨華秀同大家睇住今個星期嘅港股之外咧，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喺我哋初節目開播嘅時候同大家見過面，而大家咧就不停喺社交媒體平台度 send 信息問我幾時會再見到佢嘅鄧澤棠。歡迎阿 Nick。大家好，多謝大家捧場啊！係咁啊，今日。在新年之始就見一見大家，就跟大家講聲，最緊要是不講新年快樂定快上，最緊要講身體健康先。係啦，咩都係假嚇。喺上年疫情啊，搞到大家頭煙咁樣啦。今年會不會仲係咁樣咧？會唔會影響經濟？會唔會影響個市咧？咁咪以後傾下咯。睇下會唔會對大家有啲幫助，或者對我自己都有啲啟發啦，好嘛？係啊，今日就要交俾你啦，因為咧新 channel 嘅網民俾咗封號你叫唐師傅，佢好中意幫人改名嘅。係分享下，大家傾下偈嘅啫呢啲。係啦，咁我首先要問一下阿 Nick 啲乜嘢咧？咁因為如果大家數數手指嘅話咧，啱啱過去嘅一個星期咧就係2021年第一個嘅交易週嘛。嗱，港股係升咗咧超過600點嘅。如果連埋2020年最後嘅嗰個星期咧，連升兩個禮拜之下咧，港股進漲係接近1500點。好，究竟唐師傅你點睇呢一輪咧？嗱，有啲人就講話係拜登牛啦。咁港股嘅呢一輪升勢又勁啦，你究竟係點睇咧？拜登牛呢個 term 都幾好喎，其實係嘛？因為其實有多多少少都有相關嘅諗法嘅，咁我唔知道其他嘉賓有冇喺即係呢一方面評論好多啦，咁但係我先講我自己嘅睇法，我覺得拜登上場之後嘅黃金一百日其實係會比較正面嘅，咩黃金一百日呢？就問下大家知唔知道啦？未到喎，因為呢個 term 就未到啊，未到。呢個 term 即係其實通常係啲政治或者係即係社會科學系嘅 term 嚟嘅，其實就代表可能你某個人上台之後嘅一百日咧，佢可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好多好多嘢想做咯。咁嗰個蜜月期咧，我通常就話大約一百日到，咁所以嗰就叫黃金一百日啦。咁咁喺黃金一百日呢個世界入邊發生嘅事情可以有好多嘅喎。佢而家譬如拜登上咗場之後，佢會唔會修正翻？唔應該用修正呢個字嚇，會唔會將以往我哋遇到嘅問題？即係輕輕就掹翻正啦，例如抗疫嘅做法上邊啦，例如中美關係上邊啦，例如或者佢自己本身一路即係睇翻即係民主黨嗰個福利主義係咪都仲係咁樣行啊？定係好似之前共和黨咁樣？咁我諗有好多嘢佢慢慢 turn， 慢慢 turn， 慢慢 turn 嘅。咁所以正式坐正之前咧，咁啊股市梗係上啦，係咪？大家好多寄望啊嘛。咁去到黃金一百日咧，可能都仲好啲嘅。但係我比較擔心嘅咧，就係黃金一百日打後咧。你去到今年可能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開始啦，或者去到後邊咧，其實美股有個轉向啊，因為其實嗰樣嘢，如果你最後尾發現原來都係搞唔掂嘅，哦，原來都係印錢嘅，咁咪得啦，係嘛？如果印錢咁個市好難落啦，啲 Bitcoin 係起曬夾啦，啲金係起曬夾咁樣啦。咁但係撇咗呢一堆嘢之外咧，你係咪真係搞得掂啲經濟先？印咗錢係咪真係一定搞得掂㗎？呢啲係未知嘅喎。咁所以喺後邊而家初局咧，我都覺得係好啲嘅。但係去到可能第二季打後咧，有機會即係有機會轉向㗎啦。咁不到期時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咁起碼而家未去到啊嘛。咁所以美股咧其實可以係即係仲係睇好多少少啦，睇好多一陣啦，啊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繼而咧令到港股可能都有啲即係優勢嘅，咁啊又回顧下想之前傾過啲東西，例如啲咩咧？其實我記得好似上次節目有輕輕帶過咧。個香港個股市好特別嘅，你可以每年咧有好多時候嘅大升或者大跌，但係投到尾 year to year 咧，即係都係 within 5% 左右嘅上落嘅啫。咁上年就直頭係疫情添啦，咁你最後尾自己翻到嚟係27,200喎，其實又係5% 左右。全年跌咗唔係好多㗎。係啊，其實又冇嘢嘅喎。咁所以如果有可能咧，今年上半年咧。就算爆到上29,000啊，或者再高啲水平咧，可能下半年又落翻去。咁當然啦嚇，即係好視乎真係美國嗰邊個因素有冇影響啦。咁大市方面咧，我覺得而家初局唔會太差嘅。咁啊，睇下會唔會第一季即係大家仲可以有啲斬獲咯。好啊，即係黃金一百日啦，似乎就幾關鍵啊！大家即刻表達對你嘅想念之情啦，哇，好掛住你。咁因為咧，大家即刻你知問股票多嘅，問股票同埋係啊，同埋記性係好好嘅，你知唔知？已經即刻有人講到，譬如你之前講過嘅6865啦，而我記憶咧，你都係有同大家講嘅，唔好話齋一味問 number 啊嘛，其實要自己懂得點樣去選擇嗰啲好股。咁唔小心就譬如透露咗之前我哋頭先提到6865啊，甚至係2331嗰啲咧，嗱，你呢幾隻其實喺過去嘅4、5個月，即係你冇上嚟咧，係的確係一個即係爆升嘅趨勢。所以我第二個問題係想問你，對於近期一啲強勢股好明顯嘅啲錢去曬某一兩個板塊，汽車股啦，頭先網民特登 remind 翻你提到嘅一啲光伏玻璃股啦，甚至係一眾嘅內需股啊，究竟喺現階段你講到話可能仲有得憧憬呢個牛放之下呢一眾嘅強勢板塊，我每日都好多觀眾就係問我點高追，即係呢樣嘢點樣去做咧？你話4個月前揸貨，依家咁。
咁梗係開心啦。但係去到依家啲錢咁多，嗰、那個成交咁大之下，仲點樣去部署呢？好，我唔記得上次有冇同大家分享啊。因為其實我發現咗咧，喺好多時候我講 seminar 啦，或者係嗱以下所講係技術上邊係，所以唔講 number 住，我冇 number 一眼答嚇。就喺技術操作上面層面咧，我哋有多啲討論嘅。之前都有講過咧，買入咧一隻股票唔難嘅，你去揀一隻股票揀到佢會升咧，一啲都唔難。你揀破頂、揀大成交、揀衝上去，都冇蟹貨上面想沽都難啦，係咪？大家都冇蟹貨，點會急住沽啊？咁一路夾一路夾一路夾，其實炒上係唔難嘅。最難是怎樣 exit， 怎樣離場，係咪？嗱，離場有兩個可能㗎。第一可能咧就係，譬如可能頭先我輕立到，哎呀，我64蚊買咗農夫山泉，加66，咁應該點樣咧？離場嘅問題。咁另外可能有啲係高追咗，佢跌咗落嚟喎，有時都會發生㗎嘛，唔係隻隻你中曬㗎嘛，係咪？咁如果咁嘅情況下，點樣離場咧？咁其實咧都有分別㗎喎，賺錢離場同蝕錢離場有分別。賺多離場同賺少離場有分別，心情有分別，首先係情緒有分別，情緒好差咁，分別好大。咁如果嗰日瞓覺瞓得唔好，你又會掹憎咗嚇。咁所以其實唔該，第一件事，無論你係賺蝕多少，第一樣要定。我上次都係咁講，大家要記得，唔該 remind 翻你自己，你點解要進場？你係短線進場部署做個日內炒作，或者一個短線嘅部署，定還是我買嚟長坐嘅？係嘛？我買嚟長坐嘅睇10年咁樣，其實你就唔好同我講離場啦。咁亦都唔係呢個節目同大家討論㗎，因為我都唔可以講到10年後嘅事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做短線部署、短線操作，其實有一啲小技巧大家要留意嘅喎。例如，如果你之前買咗一隻股票，佢升咗好多，假設係968咁樣，可能今年即係上年年尾啦，上年年尾咧，係12月買嘅咁。喂，其實你真係可能會遇到個狀態咧，就係12月16日嘅時候，佢15蚊。喂，唔係喎，琴日最高位24.8喎，咁點離場咧？嗱，第一，你係冇辦法知道會上到24.8噶嘛，係咪先？即係我自己都係做股票嘅，係嘛？我最老實咁同大家講咧，就係好多時候你聽到你見得到有個目標價，那個目標價咧都係大家憑經驗或者憑一啲我哋自己嘅方法計算出嚟嘅。但係嗰個唔會係頂啊嘛，因為如果我計完嗰個係頂嘅話，咁嗰個位就如果嗰樣嘢係金科玉律，應該所有人都知道嗰個係頂，係咪？咁就全部走曬啦。就係啦，即係等於潮汐漲退有數計咧，就個個都知道嗰個時候嗰一刻咧就係頂，嗰個時候嗰一刻咧個水流咧就去到最高啦咁樣。咁嗰個唔係科學實驗得出嚟嘅結論嚟㗎嘛。咁所以咧計出嚟嗰個就永遠都唔會完全準確嘅。而閣下包括家庭觀眾喺而家睇住電視嘅所有人都要多謝呢一樣嘢，就係多謝佢唔係一個精密科學啊。如果佢係一個精密科學嘅話咧，咁啊即係我計到條數，阿思神你都計到條數，咁你係唔會同我接貨噶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永遠唔好諗自己賺到最尾，攞到最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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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一秒，因為咁樣嘅話咧係唔會有人同你接貨嘅，係嘛？因為其實同啲人投標啊、投票啊，最高價投到嗰樣產品翻嚟咧，都係有個 term 叫做勝利者的助咒啊。因為你下就冇下一家同你接貨嘅，因為最貴啊嘛。咁你買股票都係㗎，所以你可以嘅話，永遠都留翻最後一線。假設你15蚊覺得係進咗場啦，你假設可能會去到21蚊、22蚊，呢個係你嘅目標。假設係咁樣嘅話。其實你大約去到月18蚊、19蚊，你就要走嘅。你唔好理走咗之後佢爆唔爆上24，其實唔知㗎，佢可能爆上40蚊都得添，唔好理佢。咁但係嗰個位咧，你可以控制到呢個位咧，你可以有效咁嚟到場。如果你賺錢，最尾又沽唔到，咁你又冇得搞嘅。呢個係第一樣注意。第二樣嘢，我今日教，我應該上次冇講嘅，就係點樣離場。嚇點樣離場咧？咁樣咁舉個例啦，你我當你用100萬錢買咗只股票。咁佢升咗30%咁計，咁應該點樣走啦？就買翻仲968做例子啦。我當你15蚊買咗咁樣，咁你升30%、升40%啦，我升一半咁樣啊，升咗7.5%、22.5%咁樣，咁你點樣離場咧？其實係咪可以喺呢啲時候就沽曬佢？哇！即刻沽曬佢啦咁。咁佢真係同你爆上30蚊咁，你點啊？或者好似嗰只1772咁樣係嘛？你可能40蚊買咗，咁佢爆到上60蚊喎，你好開心啊，賺咗50% 啊！咁點你沽曬佢上100咁？你乜嘢都冇咯，唔關事咯，係嘛？咁點樣離場係好關鍵，好關鍵嘅。最好嘅方法係以下呢個方法，就係咧一個叫封蝕本門嘅策略。如果佢升30%，咁你點沽？升一半咁你點沽？你進場嘅時候，你要開始預即係股票可以升到幾多？
舉個例，我用翻九六八做例子。我假設我$15進場，我的目標是覺得會升到上$22，22.5啦，升50%啦，即係。咁我通常都唔會攞到咁盡嘅，大約我會可能喺30% 度，或者升30%，大約係升4.5%度咧，咁我就差唔多離場噶啦。19.5我就離場噶啦。咁點樣離場呢？你一次過沽曬咧，佢再升你又賺唔到，係嘛？咁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將你本來投入嘅資金完全咁攞翻曬出嚟。嗯，即係咩咧？個本係啦，你$100,000買咗，你升咗30%，你會變咗有133萬幾嘅點點點點點個數字喺度啦。然後你去到19.5嘅時候咧，你沽翻你原本嗰$100,000翻出嚟個袋，剩低嗰33,333,333咧，由佢繼續飄。嗯，嗱，遇到嘅情況就係、是、當你升到上24蚊、25蚊嘅時候咧，其實你係繼續賺錢嘅。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今日同你兑翻落去19.9咁，19.20咁樣，甚至可能再差啲，再兑到落去你買入價完全$15咁，咁你會點咧？其實你冇影響啊，因為你個本攞翻啦。第一，第二咧，你將賺翻嚟嗰嚿錢咧，其實佢要跌到變零啊，係零啊，你先至會輸啊嘛。咁又何來而不咪有句票咯？係咪？係誒嗱，我見到啦，就係、是、呢句説話啦。咁30%好闊啫，30%好闊喎。唔係隻隻都係30%，咁點啊？但如果3%咧，咁其實有多餘噶嘛？係咪100萬賺30,000先走？咁點樣咧？咁問題就係30%唔係所有股票都得。呢樣嘢就令到你要去重新諗一諗，你應該揀啲乜嘢股票啦。嗯，如果你揀啲股票，其實可能佢成年兩年啊都冇30% 嘅波幅嘅話，其實你係根本完全用唔到呢啲咁嘅嘢。係咪用唔到呢條策略嘅喎？冇用嘅喎。咁所以你用使用我頭先講呢個策略嘅時候咧，嗰、那個股價波動個幅度咧就已經係一個關鍵啦。所有嘢都有關㗎。上次有講過股價波動嘅幅度咧就會影響你落個注碼啦。你落嗰個注碼咧又影響到個回報喎。咁所以其實全部嘢都有關嘅。如果你個波動個幅度啊，個波動幅度係夠大嘅話咧，其實30%係好易攞到嘅。咁但係同樣喎，你升30%跌30%都係一個因素啦。咁點樣捉只股票升30%？咁咪第一啦，可以用翻上集嗰個方法啦。如果唔係大家唔想揾我，一又再講多次啦嚇。咁呢個第二。慳翻啲時間，大家可以睇翻上一集。自己睇翻上一集啦。嚇，咁第二樣嘢要講咧，就係你要選擇揀有波動嘅股票。好多時候有波動嘅股票都有個主題嘅。嗯，即係好似啲光伏玻璃啊，車就電動車啊。冇錯啦。通常嗰期啲主題咧，如果大家有記得有温書、有聽節目、有回顧嘅話咧，好快就會發現咧，其實炒嚟炒去都係嗰啲股票嘅喎。係嘛？你又望住52周新高，你又係望住52周新高，你撳一撳52周新高，撳52周新高。其實你可能今日係呢一堆抄低佢，你聽日又睇又抄低佢。而家唔抄啦 ，cap screen 咁樣就咁 copy 咗佢。你聽日又 check 下，後日又 check 下，原來你發現咗一個禮拜嚟咧，成個都係嗰啲股票喎。咁當然啦，你啲八字頭你唔想掂，有啲細價股你唔想掂，毫子股唔掂，$1唔掂。咁你揀出嚟嘅股票其實唔係好多㗎咋。嗯、有好多呢啲咁嘅選擇㗎，喂30%好闊喎，咁其實又咁講嘅，如果你捉住只吉利都到嘅呢幾日，尋日都20%啦，係啊，咁即其實係咁樣嘅啫，因為而家個市旺，咁但係譬如物管股一樣都可以係咁樣，你可以揀好多呢啲股票嘅，正因如此，又翻去我繼續講想講嗰樣嘢啦，你揾嗰只股票出嚟咧就變咗關鍵咯，咁你揾一隻會有可能升30%嘅股票，第一樣嘢就一定唔揀㗎啦，我就一定唔揀咯。唔揀啲撈底嘅股票咯，狗死啦！風眼股我冇得唔講佢喎，係啱啊！$40同我$39爆翻上嚟都升成10%，係啊，冇錯啊，幾開心咁樣10%啫。但係就算我當你$40賣到升30%，剩翻$52，$52喎，你上面幾多蟹貨啊？係嘛？因為你博一啲會反彈嘅股票咧，往往反彈嘅時候蟹貨都多，咁變咗咧會有效咁樣減慢佢升30%嘅時間，係令佢耐咗升上30%咯。咁你咪冇著數咯。所以我通常就唔會揀啲撈底股嘅。因此頭先我見到好多問題，咁入唔入得過啊？有啲股票其實係跌緊喎，幾時撈底啊？嗰啲唔該，就唔好意思啦，我喺度暫時唔答住，因為我係唔建議撈底嘅。係啦，即係慳翻啲時間嗰啲可以唔使答住啦。我咁樣答咯，係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咧就係揀破頂股咧，你都要揀一啲佢波動性夠同埋成交夠大嘅。嗯，就算即係我都係叫大家 rewind 翻上次個諗法，諗翻之前嗰個諗法係點樣教，你都要諗翻清楚呢樣嘢係最關鍵。我今日都要點都要講多次，就係乜嘢都係假。一樣嘢係真嘅啫，就係成交同埋錢。嗯，係嘛？你講到天花龍鳳隻股票好勁咁樣，但係其實冇成交嘅，咁
咁冇意思喎，你自己譬如我咁樣，我同你講只股票靜雞嘅話，你知好啦，家人觀眾係嘛，唔好話俾其他channel 嗰啲人知啊，咁樣冇意思啊。首先，如果係你最起望望嘅成交，我講完之後得五萬錢成交，十萬錢成交，咁啊即係唔係真係掂咯？因為如果係掂嘅話，我自己都揈曬啲錢入去啦，係嘛，借都借埋啊，咁樣成街都會炒曬，冇嘅。所以其實係完全唔需要聽任何消息嘅。係，我再講一次，因為好少咁樣講嘅，個個都話炒股票聽消息，唔係。我今日同你講係任何時候都唔應該聽消息，係啦，因為如果消息係真嘅，你喺成交嗰度揾到；如果消息係假嘅，你個成交都見到唔會增加嘅。咁點解唔係望成交？你聽嚟做乜啫？係咪先？咁所以你望住成交，即係股票行未啊？破底未啊？見底未啊？望住成交，因為如果見底嘅股票咧跌得好金啊嘛，咁幾時會反彈啊？就係有人買啊嘛，咁有人沽，有人買，你咪見到有成交咯。所以成交出現就係轉角信號，成交出現就係破頂信號，冇成交就乜都唔使講噶啦。咁即係大家好明顯嘅呢個策略之下，大家係揀翻啲比較大隻嘅股份，可能成交係會比較多噶嘛。尤其是你提到只968咧，因為實在太多觀眾追問呢一隻，可以順便就講埋嘅。咁呢一隻起碼就唔係鬧底股啊。咁但係因為佢今日咧喺成個光伏玻璃板塊回吐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係想鬧。咁佢呢只唔算鬧底啊，係強勢股之中有冇點樣睇啲價位去鬧咧？好嗱，其實點樣去睇嗱？不如我咁樣講啦，點樣睇多啲成交咧？樣嘢先啦，因為成交呢句説話咧，其實都幾有趣嘅。乜係成交呢？成交就係有人沽有人買嘛。咁點為之多咧？嗱，你可以好易比較嘅喎。即係但係咧，跨股份比較咧，其實個意義就唔大嘅。嗱，譬如交易所咁九億成交啦，而家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又調翻轉想講咩啊？好啦，咁啦，小米集團啊，小米集團嘅成交今日少啲，得即係同埋都多啊，三個 B 咁樣。咁到底我要咁樣 compare， 到底小米係強勢股定還是係交易所係強勢股咧？咁其實係應該自己同自己比嘅，係嘛？即係譬如我見到可能好多時候成交。即係譬如某一隻股份，譬如968咁樣，968之前個成交冇咁大嘅，今日有一個 B 成交啦。咁可能佢橫行嗰段時間，一定經過好長嘅時間，可能其實佢可能都係得一兩千萬成交，兩千萬成交。假設係咁啦嚇。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升穿咗之前個阻力，一路升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買到上去收市都仲買緊。你望一望嗰啲成交，哇唔係喎，呢個股份日日都一兩千萬成交。佢今日有成兩個億成交喎，咁即係好明顯係有啲人落咗好多嘅錢，由頭買到落尾，仲要呢班人咧係之前咧就唔係一路坐，即係一路慢慢收集嘅喎，係收集，就算佢一路收集都好啦，係收集到一個點啊，佢都急不及待啦，我唔收集啦，兩個億今日照買啦咁，會係咁樣嘅情況喎，咁你話俾我知啦，人哋揈咁大嚿錢落去，佢出街你出豉油跟一跟都冇所謂啊，係咪先？即係可以係咁樣去考慮嘅，咁所以成交咧你要 compare 翻佢之前嗰段時間，可能十日二十。個平均成交，如果長時間都係只係得即某一個數字啦嚇，咁而你個成交突然大到係之前嗰啲日子嘅幾倍，可能係兩倍，可能係三倍，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當然都有條尺嘅嚇，都有條尺嘅。嗰條尺係咩咧？咁可能有啲時候有啲股份咧，每一日個成交咧得十萬港紙咁樣。咁今日多咗啊，有五十萬啦。咁呢個都唔係一個指標嚟嘅，因為五十萬香港人咧就衝街都有嘅，係嘛？即買價。嗱都唔止嘅，係啦，就係咁啦。喺今日狀態底下咧，你要揀嘅股票咧，可能都定個尺啦，好唔好啊？可以大約一千萬左右做目標啦。咁然之後你可能你見到嘅成交係佢之前平均十日或者係二十日嘅成交都冇咁多，而且佢可能係多咗兩倍。咁而又係由低位升到上去高位收喎，即係買到頂都仲係買緊嘅喎，佢收市都仲買緊嘅喎。咁嘅股票你咪可以留意一下咯。咁相反調翻轉咧，成件事情咧就可以知道幾時啲股份見頂啦。968就一個例子啦，琴日498由頭沽到落尾，成交一路增加，你見到琴日幅圖咧，其實成交增加得好犀利嘅。你見到，而家見到呢度。係啦，咁你見到個成交係由高位一路沽落底，而且成交係多過之前嗰十日咧好多成倍嘅喎。咁喺咁嘅狀態底下，你咪知道，即係你又有成交，先有人沽，有人買啦。咁由高朝頭早高位沽到落收市，啲人仲沽緊，咁所以好明顯佢咪轉角咯。咁所以去到今日都咪仲係跌緊咯。咁你會唔會喺呢個位鬧底啊？嗱，好正嘅喎，有時候唔知噶嘛，係嘛？琴日朝頭早24.8，今日廿蚊唔到，可唔可以鬧底咧？係咪跌咗兩成啦？唔鬧底唔開心啊？係咪？你試下鬧底啊，睇下反彈未？佢唔係見底，佢都可能要啲時間消化咗啲沽盤先啦。上面咁多蟹貨，即係唞唞氣。咁起碼都要遲啲先諗啦。咁所以咧，同樣嘅角度，你都可以選擇。你都去選擇去做一個減持離場嘅時候個諗法咯。咁所以其實你有兩手，咁我哋已經講咗兩樣離場嘅方法㗎啦。第一咧就係望住成交，第二咧就係望住
你的進場升了上大約 30% 未，而你那種離場是將你本來投入的本金退出來買第二隻股票，即不是叫你退出來就哎那就得很少，那你退出來可以揀第二隻股票的嘛，那你剩下那隻就有一個飄，飄到上一倍兩倍不關事你都賺的，跌回去你又不蝕，那又何樂而不為呢？你心理壓力都小很多，是不可以去即喝個茶看漏了，哎呀看漏了跌了 10% 沒所謂啦，賺住到哎開心，你自己壓力小了，你控制股票的方法都會小，即都會精明很多的。是啊，我認同剛才阿Nick說的那句，你拿回本金之後呢，你剩下那些除非是歸零的，但是 touch wood 它不退市你不會歸零的嘛，其實即是那個盈利呢仍然都是即揸住在手的。如果照你所說啦，其實即是拿回本金之後呢，剩下那一注的那些錢其實就不用 set 那些什麼目標價的了，因為最多網民經常都想問的呢，就是好了它越升越有又破頂，我們經常都說沒有蟹貨，但他們都還是很想知道那個目標價的。是那都要定的，是吧？即是如果不是你目標做個節目，是吧？做個節目然後問你哎什麼股票買了沒有，然後沒有目標價的，這樣那又未免有些流，是吧？即是很實際地說，是吧？那也都不可以的，是啦。那因為你進場的時候上次都有說，你不定一個目標你是不知道自己止蝕是多少的，是吧？因為如果我定個目標是升一倍，假設啦，那我起碼我定個止蝕，如果我止蝕是兩成，那合理咯。如果我定個目標是 5%，咁話我止蝕係 10% 先止蝕喎，咁你咪直播率唔夠咯，因為你贏就贏5蚊，輸輸10蚊啊嘛。咁所以你喺比較個目，即係點解要定目標咧？個原因唔係單純地喺學術上邊做個研究啊，係本來上邊你係真係有必要喺操作上邊，你要知道個回報同埋個風險個比例去到邊度。咁正因如此咧，都有啲小技巧嘅嚇。咁例如就用翻968做例子啦，係啦。咁我哋見到968咧，你可以睇到幅圖嘅。通常咧破頂咧個頂位之後，即係試咗個頂啦，之後就有個回吐噶啦。咁回吐有個 U 字嘅，係一個兜一兜咁樣，你見到個 U 字有個兜一兜，呢個兜一兜。咁通常最短時間你會見到個量度升。即是升上去的幅度呢，往往就是由之前的頂跌到下去 U 型的底再升穿個頂啦，咁你會見到咧個 U 型嗰個深度咧，往往就係一個 flip 咁樣上翻去咧，就係第一個通常我哋嘅升幅目標嚟嘅，係啦。咁以我自己個操作方式，我就叫做 U 型破頂啦，呢啲叫咁樣。啊，咁 U 型破頂嘅意思咧就係由高位試完回吐，再穿頂呢一個回吐幅度啦 ，U 型破頂。咁點樣應用 U 型破頂咧？好簡單嘅喎，我哋可以放大少少，係啦，等大家可以睇一睇。咁譬如我喺呢一日進咗場啦，佢破頂嘅呢一日進咗場，假設係咁樣，啊呢兩日進咗場，咁你破頂之後咧，你量度升幅咪就係應該係由15蚊跌到落12蚊，大概3蚊幅度到啦。咁所以你個量度升幅咧就應該係15蚊加3蚊，再就18蚊啦。例子係咁樣，例子係咁樣啦嚇。咁幾時止蝕咧？你知道3蚊係目標，當你進場之後，如果只股票又繼續升上去嘅，佢係唔應該短時間跌翻落去你嗰個買入價，即係高位以下嘅。上次的高位是頂，如果升完上去它很快退回來了，那你就會知道我真的破不到頂，是不是？那你就又下一次先進場咯。那在這樣狀態底下，假設你破頂那天收市，我們以收市計的，那所以呢，嘿，可不可以等我用貓鼠控制啦，縮後少少你就見到了。我的例子是這樣的，現在這條線，這條橙色線，我現在這條橙色線是之前的頂位來的，嘿，這一條是之前的頂位，咦，你這樣說應該會在這天進了場咯，是不是？留意我現在舉這個例子是這樣說的，必定都是這樣想的，我們幾時都是以收市左右時間做準備的，即是站得穩，是的，因為收市才站得穩嘛。好像現在我指著這支陰竹這樣開市的時候升了上去，然後呢全日是不停沽，大家一升上就沽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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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引致到個情況就是由高開一路低走咯，一路低走，你望住我隻手啦，又係係啦，可以望翻我隻手啦。咁我呢隻手咧就係股價啦，嚇，假設我依個位就係股價啦。咁正常有人買咁咪升咯，有人沽就跌啦。咁如果好多人沽咧，就係一路沽落嚟，沽落嚟，沽落嚟，可能中間會有啲人大手咁買上翻啲，但係都仲係沽嘅力大啲，沽沽沽，咁就會引致到咧就會有好似呢一支陰竹咁樣由高位跌到落低位，而且成交都好大啦，係咪？得唔得？咁喺呢個狀態底下，就唔係你嘅買入信號嚟嘅，因為佢仲係升唔穿，由頭沽到落尾。但係真正嘅買入信號應該係呢一支，因為呢一支咧由低位嗱，佢試完之前嗰日啦，升升啦，呢一支咧係低位由低位買到上嚟高位，並且成交唔細嘅，呢三日成交都唔細噶啦。呢一日跌落嚟成交好大，但係第二日咧成交低位買翻曬上去翻到頂嘅，呢一支再升上嚟都係成交好大嘅。咁所以你就進場位係應該係呢一支嗱，我特登用呢一支做例子嘅，呢一支喺邊度？
呢一支而家我見到收市嘅價咧就係16.15，16.16啦，是但啦，我都係咁點嘅啫。係，係啦，當佢16.1啦咁。咁以之前個頂位咧，頭先咪講15蚊啊。咁如果我呢一支進咗場，15蚊之前個頂位止蝕，咁即係幾多錢止蝕？過一銀錢止蝕咯。係咪跌翻落去之前個低位下邊啊嘛？咁我頭先講15蚊計上目標係幾多？18蚊。咁所以咧，你16.1進場咧，你輸就輸1蚊，贏就贏2蚊。咁所以喺計算角度底下，你都仲係有直播率嘅。呢、這個就係成套去考慮到底進場乜嘢回報個比例嘅方法啦。係啦，呢樣嘢似乎大家又要重温多兩三集、兩三次先得啦。不停咁樣 loop 落去。係啊，以我哋嘅語速，因為頭先都有新 channel 講太快啦。對上嗰集係會重温咗兩三次先，唔係唔單止係語速嘅，係因為嗰個理論唔係話你一聽就可以即刻應用到喺其他嘅買賣嘅股份裏邊嘅，係真係要去消化下嘅。咁大家就即刻要應用翻。好，咁喺近期另一個嘅強勢板塊做唔做到呢件事咧？因為超多網民問嘅咧就係汽車股啦。咁因為我諗喺過往呢半年啦，炒到不亦樂乎嘅時候咧，總有一隻係大家來來回回有賺過錢㗎啦。咁譬如尤其是最新出咗12月銷售數據，話跑贏其他對手嘅長氣，今日又破過頂啦。就175咧，又係今日破完頂之後倒跌啦。咁如果照你頭先，我哋用翻活學活用啦，咁可能即係吉你一定唔係今日嘅進場機會啦。咁但係會唔會揾到其他，例如今日同樣破位嘅長氣啊，甚至係比亞迪？現階段大家又應該點揀咧？好，我哋當温書。咁樣即係繼續傾咯喎，好嘛？好啦，我哋又攞翻只175嚟睇啦。咁啊，今日跟住吞先嗱，好啦，大家又記得我頭先講咗啲乜？咁喺又做例子啦。咁第一次進場時間應該係幾時啊？唉，而家你之後講啊，梗係乜都得啦。望翻轉頭嚇，第一次進場時間應該係呢一支就已經進場啦，係咪？因為你可以見得到呢一支咧，其實係之前成交一路都係17蚊留下呢啲成交嚟噶嘛，細嘅成交嚟嘅，細嘅。直到呢一支咧，呢一支而家我指住嘅呢一支，當日咧係由低位升落去頂位，破咗個頂，並且成交突然之間無限地大，係咪？好多啊嘛！咁當成交升咗好多嘅時候，我就話進場啦。好啦，唔該，繼續回顧我頭先講嗰啲嘢。呢一支進場嘅呢一支巴，呢一支升幅有冇試過回翻落嚟啊？其實係跌唔翻落去嘅。呢個係第一個點解我頭先講話進場嘅時候，你咁去比較，咁去進場就係一個比較大、比較多贏面嘅方法，因為真金白銀嚟㗎，錢嚟㗎，啲人揈曬咁多錢落去就係㗎啦。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次進場，喂，好耐啦嚇，17蚊啊，而家30飛曬天啊，咁30幾蚊啊，咁點啊？再睇啦，我哋其實琴日都係另一支進場時間嚟嘅，不過。有不過嘅，你望一望，琴日呢支進場時間咧，其實都係由低位升到落頂位，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咧，佢後邊應該都仲有升幅嘅。不過我試下咁樣同你講，哇！琴日一日由29蚊升到上去33咁樣，32-33蚊追啦，你唔驚，我講你都驚啦。我講完你都嗤之以鼻啦，係嘛？我買啲咩買吉利升咗3蚊先嚟買，你都傻嘅咁樣，你都會咁樣同我講啦，係咪？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最難要克服嘅咧就係高位追貨嗰個壓力，嗰個心理關口。呢個第一啦，第二同埋唔使下下都收市嗰個 moment 就即刻衝入去撳掣嘅。譬如你可以好似今日咁睇多一睇，你咪見得到咯。佢今日都有即係爆咗上去㗎。咁然後會褪翻落嚟咯，咁你可以俾多少少時間，乜嘢叫俾多少少時間呢？你咪睇埋今日收市，如果今日收市咧，你見到嗱，今日佢先咪陰燭嚟嘅，佢又跌，假設佢跌翻落去琴日之陽燭下邊，並且成交再大啲，咁你又可以再睇一睇噶啦，遲啲先諗都得。你話唔係喎，仲喺高位浮沉，並且成交都冇琴日咁大嘅。其實你係可以喺低啲水平又撈翻佢嘅，因為琴日買呢批貨呢落貨嘅嗰啲投資者係仲係未輸錢㗎，係咪？啲貨仲喺強手手入邊，喺咁嘅狀態底下，又使乜驚咧？咁所以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思考嘅。咁當然你話唔係啊，係咪只只股票都得㗎？咁如果你調翻轉買係305嘅，就調翻轉啦，係嘛？305，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咦？呢一個嘅指蝕位可以定近好多喎，係啦，因為隻隻都唔同喎，係啦。咁係點樣咧？咁大家又可以自己醒啲去比較啦。305咧，第一次出現買入信號咧，其實喺早好耐之前㗎啦。啊，即係講緊10月頭都會再爆多一次上下呢一支。咁但係咧有個特別之處咧，就係見唔見我指住呢一支啊？即係買到過曬龍啊！嗰日大家有印象記得㗎，係啊，嗰日唔知2.幾爆上去4.4咁樣，即日就爆翻曬落嚟，哇！係咁樣，即係大家喊曬口咁樣，點搞咧？係啊，完全咁結果咧，引致到一個問題啦，係咩問題咧？
你想象下嗰日咁大嘅成交，咁多人买咗，有咁多人沽咗，咁会发生咩事咧？咪好多蟹货咯。嗯。咁好多蟹货。即大家都是投資者嘛，即大家雖然在電視度望住我，但大家可能心入面都是投資經驗超豐富的人，你就會知道呢，如果你自己有機會在蟹貨度甩身，你都嘭嘭聲甩嘅，即阻力很大。係啦，咁上面阻力很大的時間，咁就當然是不好呢啲時候鬧啦。咁所以下一次進場咧，就應該係有支再大啲嘅成交，又升穿之前講緊呢個4.42呢個頂，你先進場咯。點解啊？因為呢一堆蟹貨，呢一堆蟹貨，呢一堆蟹貨都要消化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最容易揀方法、揀股票嘅方法就係你抄啲52周新高啦，上面冇蟹貨嘛，係咪？嗱，而家即係一個係最初步嘅技巧，大家先可以 short 咗啲究竟應該望住啲乜嘢嘅個股啦。但我又好想知道，因為我哋頭先上堂即係學咗咁多啦，好明顯。是技術走勢派多一點，真的去看怎樣追贏那些強勢股。但在強勢概念裏面，阿Nick你自己又會不會真的去選一些實質支持？為什麼我敢問呢？是因為我看到好人就問你會不會覺得哪一隻是受益 Tesla 的產業鏈，其實某程度上又是炒這個電動車的概念的嘛，你會不會這樣再去選呢？即是short完那些52周高位，其實我都會選的，不過就兩組股票，因為畢竟譬如我自己要管一個 portfolio 啦，都有兩組不同的投資策略要處理的，有些短線啲部署嘅咧，咁你咪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咯，你摸位摸位摸位咯，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即係長期淨係用呢個方法噶嘛，即係第一年紀會大會攰啊，即係大家係咁啦，承受唔到咁多心理壓力啊嘛。第二咧就係咁，你總唔能夠你成個 portfolio 100% 嘅股份一個禮拜又轉曬另一批噶嘛，係咪？係唔得咁樣嘅，係啦。咁亦即係話你其實心底入邊有啲股份咧，應該擺嚟擠遠啲，望遠啲，睇前景嘅，你會有呢啲咁嘅嘢嘅。咁點樣去揀嗰啲股份？咁咪就係翻我哋傳統嗰啲基本分析啊，到底嗰啲股票得唔得啊？成個行業個板塊有冇變化？咪就係呢啲咁樣嘅咯。咁所以整體上面要去度要去諗嘅咧，就係呢啲嘢啦。咁係乜嘢嚟嘅咧？其實係個大環境大趨勢嚟。成日都話電動車有冇得做，油價有冇得諗？喂，不如我調翻轉問你啊，點解到而家為止唔係所有車都係電動車咧？係因為都仲有一啲固定嘅原因，令到某一啲車行係仲係用緊油，因為可能其實佢有相關嘅利益喺嗰度嚟啊嘛。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轉曬嗱，我再講一次啊，我哋行車咧就唔主要唔係消耗油嘅原因嚟嘅，我先特別講多一講啊，我驚大家唔知啊，以為啲車用得最多嘅，就絕對唔係啊，其實係咪係工業用係最多嘅？咁啊，褪後一步啊，發電都唔係啊，唔好成日都要攞油嚟發電，真係唔係嘅。嗱咁啊，褪翻轉頭咧，其實我咁樣反問。如果最大嗰三間歐洲車行，全部轉曬淨係出電動車，其實馬上就會改變成個生態嘅咯。因為我哋嗰啲龍頭行先。係啊，咁問題就係佢哋都唔行啊嘛。其實同樣嘅例子咧，就喺所有嘢上邊啦。而家各個國家都係用傾向用補貼去幫助一堆電動車企業可以做好啲，做好啲，慢慢 migrate 過去。咁但係當電動車成為一個潮流，咁你其實再冇人，即係好似燃柴油車咁，而家唔用就係咁解啫嘛，係咪？或者一樣啫嘛，即係唔好話柴油車，棍波車而家都少啦，全部轉做電動波。其實你只要大嗰啲企業龍頭喐就得㗎啦。咁呢個係一個例子去解咧，其實你點樣揾一啲長線啲嘅股票？因為長線持有嘅股票咧，其實你睇緊嘅咧就唔係間公司嘅業績咁簡單嘅。間公司個人會唔會改變啦？管理層會唔會改變咧？業績好唔好咧？都有可能卡一下手指咧就變曬㗎啦。咁但係大方向大環境咧，先至係關鍵。咁你要摸呢啲咁嘅大關鍵大環境咧，其實就唔需要有咩高超技巧，唔使日日走去 MIT 度睇 research report 嘅。你自己睇下報紙，你心入邊諗都會知。其實反而係呢啲嘢咧，呢啲最簡單嘅分析咧，即係最合邏輯嘅分析咧，嗰樣嘢先至係真嘅。因為大家每日諗緊、接觸緊嗰樣嘢。如果會發生，應該將來你會見得到，慢慢會改變咯。譬如好似之前講緊內地做配送餐飲，人多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去到某啲位，總係會有啲人唔想出街砸經濟。嗰陣時未有疫情，咁於是就已經開始有美團嗰啲做生意啦，但又唔係好賺錢嘅喎。咁但係點知咧？係啦，一係都係補貼啦。一去到真係，咦？原來大家都唔出得街，咁極端啲啦嚇，上嚟係啦，慢慢就會 migrate 到一個位咧，就係咦？原來呢件事係 work 嘅喎。咁先至開始啲錢拍落去變成長線投資嘅選項，咁所以其實大家將你自己心入邊最常接觸到一啲用你自己邏輯判斷得到嘅嘢去做處理同埋推介就得㗎啦。譬如用翻個例子，咁京東健康、平安好醫生，咁呢啲係咪好嘅股票啊？醫療健康平台啦，又係網上未來嘅趨勢啦，係咪咧？其實我就 exactly 係呢種諗法啦。
經過了疫情之後呢，大家都會有多個想法的，看醫生就不一定在現場看的，是不是？因為費事傳染，第一是這樣，第二可能慢慢 migrate 到一個點，現在都未去到那個位置，真的未的，你將來可能還會有多些技術 會有改善。那種技術去到某個位置，就是其實他不想你有病出街，其實他不是不想你看醫生，是不想你出街傳給其他人，因為其實過了今年就好一點，過了上年好一點，因為以前養成未必養成的習慣，就是經常都這樣說的，傷風流鼻水，跟著起了咳，在地鐵上大家會覺得那些人很沒有公德心，但大家都不會有慣性，就是自己不舒服要戴口罩的，大家還會覺得哎呀，日本在這些地方就做得好一點，現在就不是的，現在整街都是是不是都戴口罩了，就算過了疫情之後，大家都會開始有個意識，就是喂，原來我有不舒服，我可以自己戴口罩先的，其實件事就不一樣了，可能慢慢會 migrate 到一個點，就是其實我有事，我可能可以在先第一 round 在網上做一個診斷先，真的不行我才 call 車入醫院還是怎樣，喂，那樣東西真的會有可能慢慢推動到很多東西都即遙控啊、網上化的，所以你平安好醫生啊、京東健康這一類可能其實有幫助的，但是那是不是求其我開間嘢都可以做得到先？唔係啊嘛，第一佢哋進場門檻高啦，第二佢哋原本呢啲就有政府補貼，補貼完之後咧，佢哋自己公司亦都可以做好多嘅 R&D， 唔係我就咁入去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個進場門檻咪高。因此長線而言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股票咧係唔會太大問題嘅，除非佢個。他的 mother company 是的，他的 mother company 是的，要實住講就是這些，是他的 mother company， 即是他的母公司的體系裡面有些其他事情發生，就引致到他有些政治因素影響，那就難一點，否則其他東西即本來這門生意或者這個業務是不差的，那你可以在這些地方去選擇。是的，我都認同的，因為即好像我自己之前都是經常看著隻京東電健康，然後這兩天又有飆上來，這些是未來大趨勢，似乎就有機會是 Nick 去揀股一些中長線，撇除了即係技術因素，亦都會睇嘅層面啦。咁但係電動車都少不免要問多句㗎啦，因為既然你講到話睇基本面係可以做一些中長線，而電動車概念大家都係追住只1211嘅時候，佢哋就好想知啦，會唔會係升唔停嘅時候呢一隻點睇啊？又或者係點追？定係因為如果你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一輪嘅基本分析面，你真係睇好咗佢未來嘅大趨勢嘅時候，係咪我哋應該撇除咗呢啲咁嘅即日大波動？去影響心理的質素而去望遠一點呢？好，所以其實又可以回到我之前說三成升幅的位置、啊、如果你可以選到好的股票，在它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就進場，而跟著真的又有些即能力，或者你心裡面的定力夠，你等它飄多一陣間，然後就將你本來的本股回出來，有它剩下那裡有它飄，你選對的板塊其實是可以永不要說永久的，即可以飄很長，飄個很長的時間上去的，其實這個也是很常見的，是不是？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嘗試想，選股票有它的意思的，除了選股票是可以幫你選對的股票，最後離場的時候你安心地打去飄之外，還有多個因素是因為你可以確保那樣東西成，你選對的股票，因為你最後沒有飄嘛，通常賺得多倍數升的是這些股票的，即等於好像以往獨市生意388，那你388你賣了沒用的，是不是？然後4元沽了，那沒意思的，是不是？咁但係沿用頭先，係1400蚊。沿用頭先我哋講嘅策略，假設真係有呢件事情發生啦嚇，你講緊4蚊進場，跟住然之後升到5.2沽，嚇咁你5.2沽咗，就係我都幾好啊，咁攞翻個本啦，剩低嗰過二銀錢3.1嘅股票飄，你真係飄到而家400蚊，其實你一樣係可以富可敵國嘅。咁即係咁講啦嚇，例子 OK。咁調翻轉你可以咁去諗咯。咁你話講啊容易，而家 back test 梗係啦。咁所以你翻轉頭實際操作，每日都有呢啲股票發生緊，每日可能有5隻6隻呢啲股票㗎。大家俾心機去揾係好易揾到嘅啫，其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我可以自己揀一隻出嚟，而我揀咗嗰一隻咧，其實都係比較多網民問嘅。呢一隻其實佢哋好鬼中意關心我又買。有啲咩股份嘅？其中一隻就係即係1810。你揀咗呢只？係啊，小米，你係咪？我見到你嘅眼神係覺得會有啲擔心啦、啊。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嗰只未來大趨勢啦，即係點解大家早前會博呢只股份咧？係喺度諗住，喂，佢攞咗好多錢喎，係咪想買嘢咧？係咪有一個互聯網嘅概念去做一個系統 system 出去，向科網嘅企業去進發咧？當大家有咗呢一個嘅想法去博呢只股票嘅時候，佢早輪又真係交到股價強勢嘅功課噶嘛？好啦，而家碌咗落嚟啦，大家即刻劣啦，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點樣去做一個操作咧？個個都話咁弱，點搞？唔識去操控嘅呢一隻。好，有兩三個情況可以處理嘅。第一嚇，有啲原因啦，有。
有些原因點解之前會強勢啦？即可以想象得到你 ATMX 其實全部都回曬堂咁樣，淨係得 X 可以撤回多啲資金衝入去，係嘛？嗰陣時係阿里巴巴嚇，唔講太多啦。係咁啊，今日都有人問我，有朋友問我，阿里巴巴留得啦咁樣，阿里巴巴留得未啊？咁我就覆咗佢五個英文字母 N 字頭 R 字尾，咁大家自己諗，係我自己諗啦嚇，因為佢。我追上不追落啊嘛，咪講咗咯，係啦。咁但係譬如你話小米咧，咁變咗係因為好多時候有啲資金喺嗰邊，其他 ATM 就拍咗個 ATM 就拍咗過嚟呢一邊啦。啊，咁所以其實佢有個升勢喺度嘅，唯獨係咧因為開手時間升得多，咁而且升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你冇見到有大嘅，好似我頭先講嗰種，其實你佢好穩定咁樣有成交，係啊，但係就冇大成交嘅，即係咩咧？即係冇人好心急。在呢段時候不追貨都不得，係咪？即係冇人冇大嘅基金、冇大户投資者、冇大行在呢段時間在而家呢個位進場，急住不買都不得，要由頭買到落尾。嗱，我講多次，聽多次啊，係你冇見到有人在而家呢個時候帶住急住咁進場 ，OK， 即係唔急啦，唔急就即係可以慢慢啦，慢慢就即係未升得住啦。係啦，即係時間成本啦，呢度就係計係啦，即係冇咁短時間會爆頂咯。咁可能喺呢段時間就要浮沉啦。第一，咁所以其實你話要佢破頂就即係有啲時間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唔單止咁，你見到呢四日時間全部都由高開低走，高開低走，高開低走，並且咧成交唔細嘅喎。咁即係話由而家呢個位$31左右水平時間彈翻上去大概35.9、36蚊咧，其實係要時間消化翻曬啱啱呢堆蟹貨嘅。咁所以可能，我見到 never say never， 我笑咗添，係啦，唔好意思啊，係撞我英文係咪？以前細個玩嗰啲吊頸遊戲嗰啲咧，係啦咁樣。咁所以可能翻翻小文，所以可能咧短時間之內咧，你話真係要反彈咧，都要啲。即係都真係要啲日子咯，咁所以可能慢慢等。起碼唔係 N 字嗰個啊嘛，係嘛？係唔係？係啦，唔係嘅，係啦，就唔係啦，就係咁啦。係啦，只不過我覺得係心急嘅股民咧，因為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咧每日都問呢一隻啊，咁如果係咁，起碼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即係無論即係技術走勢面，阿 Nick 都講咗出嚟，係可能真係要啲時間，一啲好進擊嘅投資者就可能未必得啦。點？係啦，我想補充多一點好嘛？其實咧都仲有多一樣嘢可以分享喎，喺呢個例子上邊，因為可以諗得到多兩樣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佢買咗未先？嗱，如果佢未買，我就建議你等多陣先啦。大成交又出現先，我寧願你升穿35.9破頂大成交嗰日追，哇，爭成$4喎！如果咁樣升上去35.9，想爆上去咧，就起碼40幾蚊件啦，都唔爭我少少噶啦。咁所以我就寧願，如果你未有貨，我就寧願你大成交破頂衝穿35.9嗰日先買，可能其實好耐時間噶啦。第二啊，如果你話唔係啊？我之前就已經買咗啦，咁我都想再追問嘅。咁你係$35買咗，定係你$25、$26嘅時候買咗啊？咁如果你$25、$26買咗咧，其實而家都仲可以有多個策略咯。咁啊，回翻我頭先講嘅，如果你$25買咗，哎呀，如果你$35再水平輕減咗，你原本個本錢你唔使諗啦，全部有佢飄啊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啊，買咗嗰陣時冇沽，今日先睇到咁點咧？你都可以定多一個止蝕嘅。即係仲有止蝕價位可以睇嘅呢一個。什麼是升浪，什麼是強勢股，我不知道家人觀眾還有沒有印象記得什麼是升浪、啊、升浪就是一浪高於一浪，頂高過頂，底高過底，就是升浪。那你看得到呢，如果你看到這個升浪，終有一天呢，如果它跌下來跌穿那個位置，是跌穿之前、啊、說這個位置，譬如說29.28元，那其實它就已經跌穿了之前那個頂了，是不是？那就即其實它升浪完的了，你可以選擇離場了。你低位買了，那你就選擇在這時候賺咯。如果你高位高追了，你就定它做止蝕了。所以其實那個位置你還可以多一條尺去選擇的，都是那個說法，買入不難的，離場難。咁如果係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住，起碼呢一度仲有一個止蝕位可以睇。但係嗱，因為回應翻你頭先個問題啦，講真，喺我自己心裏邊去集結得家庭觀眾嗰個問題咧，都幾多人係32甚至係以上嘅價位追咗貨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就係都係中意高追嘅，始終喺呢啲咁牛嘅市況裏邊啊。咁好啦，咁我就咁樣講啦。如果係$32樓上買咗嘅，咁啊兩個做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分享咧就係你想唔想攞安慰啊？你想攞安慰，我而家俾啲安慰你啦。
係就係冇嘢嘅，係中場擺喺度冇事嘅，係因為呢啲都係好公司股票啊嘛，都係時間成本啫。安慰 OK， 安慰 OK， 係啦。咁大家真係要知道你進場嘅時候嘅諗法係咩先，即係褪後一步咯。幾時都係翻翻我今日坐低説話嘅第一句説話，就係你進場諗嘅時候係諗緊乜嘢？點解買？你買的時候是想住短線部署，覺得而家呢段時候的氣氛很好，跟住好多 news 都係幫手，佢又交到功課，所以有段升浪嘅。咁而家過咗未？你進場嘅時候係咪短線？如果你嗰陣時諗住短線，而家又點會變咗長揸咧？係嘛？咁所以即係我俾安慰你係唔難嘅，係啦，因為有幾難咧？係咪？啊咁，但係大家唔係需要黃大仙俾安慰啊嘛，大家係需要知道點部署啊嘛，因為你可能都有下一隻噶嘛，可能有下一個咁嘅情況噶嘛，咁所以你跟住頭先我大約講嘅方法，點樣控制你個離場，控制你個注碼最好嘅。好啊，咁即係少不免啦。今日即係大家上咗咁多堂啦，即刻咧又要問診咁樣。我哋而家唔係線上醫療，係啊。但係問診咧係講翻我哋你上一次四個幾月之前嚟嘅嗰一隻，真係嘅。我睇翻股價係2331啊，李寧當其時講咧32-33元嘅咋，的確咧係交咗好多功課啦。如果大家真係持有，直到今日好多盈利揸喺手啦。但係今日啊嚇，今日差啲。係啊，問診啊點咧？有冇得睇成交，甚至係你頭先講嘅技術捉身？去分析咧，因為佢咧即係突然間跌緊超過8%，好多家庭觀眾就問緊我啦，即係呢一隻又應該發生咩事？點樣去部署呢？好，咁啊，其實嗱，任何時候咧都會有任何情況發生嘅。咁你記得咧，你要記得自己做緊啲乜嘢。你咧炒緊股票咧，啊好多人都會咁樣諗啊。我覺得即係遇到個問題就係好多人會覺得點解我咁黑仔？我一買隻股票就跌，我一買隻股票就升，我做咗燈，係冇錯啦。咁點解會咁好光猛喎？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嗱，冷靜啲先，你個人個諗法要有啲改變嚇，主觀啲就變咗客觀啲。間公司又唔係你，你又唔係負責操盤，你亦都唔係莊家。咁你一進場就會隊，就肯定唔關你事啦。嗰盤生意唔係你做噶嘛，係咪？咁所以唔該大家先跳下一步，令我自己唔好咁大壓力先，係啦，呢個第一。咁正因為咁咧，你就會了解到多一點噶啦，就係你進場咧就同你帶兵打仗一樣嘅，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咧前邊有幾多個地雷、幾多個陷阱，你就係揸住啲槍衝緊嘅啫。你得兩個部分要可以考慮，第一咧就係你跟唔跟住衝，一係咧就唔該嗱睇定啲，睇定啲，睇定啲，得兩個方法嘅啫。咁如果你去到某個位衝咗入去，先發現原來地雷陣嚟嘅，你隔離嗰個隊友已經一踩入去就爆咗啦，嘣咁樣已經爆咗個地雷啦咁樣。咁你點樣咧？你除咗方企喺度震騰騰不知點樣去處理之外，你其實都應該要諗你其他嗰啲人啦，你嗰啲資金應該點樣離場啦，或者應該點樣部署，應該點樣用啊嘛，繼續衝到落尾啊，定還是係褪翻後邊噶嘛？而你唔能夠只係能夠企喺度慌啊嘛，因為你企喺度慌咧，大家就揾槍射你噶啦，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任何時候唔該都冷靜去面對，因為你買咗股票會升會跌，唔係你運滯，係你個操作先至係你嘅關鍵。幾叻嘅人進場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嘅，都我首先我唔係好叻嘅，我都試過一進場嗰個股票懟到七彩嘅。咁你要做嘅方法咧，都係可能嘅，即係你點樣去 handle 呢件事，點樣處理呢件事。好啦，我當你咁不幸，琴日就買咗。李寧，咁點啊？喊噶嘛？係啦，喊就固然啦，必須啦，係咪先？氣勢弱咗就必須啦。咁仲要如果你用衍生工具買，就喊得仲勁啦，係咪？咁可以點啊？咁都有多啲處理嘅方法嘅。第一嗱，因為今日而家跌去到而家呢個位咧，都未收市嘅，五億成交懟到而家未收市，咁你會唔會一陣間再懟勁啲啊？會唔會從我懟多10%？唔知，冇人知。你得兩個選項嘅啫，就係而家一係驚咧，就係巴咗佢；一係就覺得你買得好少啊，唔好理佢。但係第一樣嘢我一定唔會做嘅就係購貨。嗯，無論任何情況底下唔會購貨嘅，我都。即係咩呢？喂，唔係啊，可能聽日佢同你反彈翻5% 上去，嗱，早知琴日購貨啦，唔好咁諗，唔好咁諗，因為你已經踩咗我個地雷陣入邊㗎啦。你叫多一隊兵，叫多一隊人馬過嚟拯救你，都係帶你走嘅啫，唔係叫多一隊人馬翻嚟一齊反攻呢個位嘅，你只會令到更多人跌咗個地雷陣嗰度嘅啫。OK 啦，第一啦，咁所以咧點都唔溝貨嘅，慣性係咁啦。第二，咁如果你琴日先至買咧，而家係應該要定個止蝕嘅，嗯，係嘛？咁頭先都教過嘅咯喎，乜嘢係升浪啊？升浪咧就係頂嗰個頂，底嗰個底，係咪？咁對上嗰個升浪嘅起步點係幾時啊？其實係講緊47.6啊，47蚊左右，上翻2蚊。咁如果你琴日咁唔好彩，54蚊買咗，捱多2蚊啦。嗰2蚊都穿嘅話，你咪止蝕咯，係嘛？嗰2蚊穿，你咪止蝕咯。咁如果你話嗰2蚊都失手埋嘅，你咪包咯。嗰2蚊唔失手，你咪等佢過多段時間，慢慢睇下會壓翻上去。呢個第二。咁第三，再褪後多，真係半年之前，如果我哋講開李寧嘅時候，有人買咗咁點啊？32-33元啦，我當係嚇。
咁你哋可以沿用，就算去到今日你都可以嘅。你沿用翻我頭先講個策略咯，三成嗰、那個係啊，三成咯。咁而家都仲有得啦。咁你咪將你嗰陣時投入嘅本金沽翻佢，攞翻曬出嚟買下第二啲嘢啊，炒下第二啲嘢，將剩低嗰啲有佢飄咯。佢飄到落去跌到變零啊，你都唔輸，咁你咪完全冇心理壓力咯。嗯，嗱呢個好詳細嘅策略部署，爭一個問題嘅啫，個個都係問今日係咪買入嘅時機，唔溝貨，亦係啦，唔溝貨，但係會唔會變咗係買入嘅時機？都等多一等先，嗱，我自己部署係咁樣嘅，我自己部署永遠都係咧，追升唔追跌咯。嗯、即係佢可能聽日都跌多一陣啊嘛，同埋其實我又咁講嘅，點解會定47蚊咧？就係之前嗰個頂啦，即係講之前呢個頂啦。之餘咧，其實如果今日你係由開市跌到落收市，並且成交咁大咧，我驚未沽完啊啲基金。嗯、如果啲基金未沽完，你而家就無端端坐咗咧，都係咁講嘅。而家啲子彈喺手，你就冇理由去冒呢個風險嘅，你咪等多陣先咯。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未必喺呢啲時候追貨啦。咁當然佢聽日反彈5% OK 啦，咁我令到大家冇錢賺啦嚇。咁但係永遠都係記住我講呢句説話啦。我阻你發達，我阻你買貨咧，令到你唔賺錢嘅啫。我鼓勵你買貨，如果我啱，我聽日繼續對你係蝕錢啊嘛。咁、你想唔賺定係想蝕得啦？即係就係咁簡單。咁所以我一定係阻你買貨嘅，就係咁啦。起碼呢只股票我阻咯，好唔好啊？起碼呢一隻咯，即係因為今日呢一個走勢，我哋一路講佢都有機會仲試緊一個低位啊嚇。咁因為都最後噶啦，都要幫家庭觀眾謀下福利，大家都係好想知嘅咧，就係啦。2021年啊，唔係答問題添，答咗噶啦呢一題係。2021年你自己有冇話啲咩題材啊？甚至係即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啦，究竟你係睇個基本面去揀板塊啊，抑或其實你睇技術走勢面繼續去揀嗰啲52周嘅好股推介，點樣去做咧？喺呢個年頭。好，咁我又要順便講下第二啲嘢先。係，順便講下第二啲嘢先，咁因為其實今年應該都係一個難走動嘅年份嚟嘅，即係咩係咧？唔係講緊去旅行嗰啲走動啊，係啲資金難走動啊，因為你要去揀啲啱嘅板塊咧，有好多好多嘅政治變數啦。第一，如果美國嗰邊情況好啲，真係頭先我講黃金8日嗰段時間爆走曬上去，好開心啊，哇，勁開心啊，咁會發生咩事啊？咁跟住大家咪會好愉快咁樣，跟住然之後美股又升，港股又升啦，去到下半年先再轉向啦嚇。喺咁嘅狀態底下咧，所有錢拍喺所有市場咧，啲傳統股都會升好多嘅，係咪？咁但係原來中間有政治問題，或者原來中美國力又冇想象中咁被易被舒緩過，仲係原來都仲係好白熱化嘅喎。咁你傳統股其實都係唔得嘅喎。咁變咗咧，其實你有啲傳統板塊又唔買得啦，新經濟股上年就炒咗啦。今年係咪都仲係得咧？都好視乎即係阿爺係咪真係放鬆翻一啲政治上邊嘅監管或者？政治以外的監管各樣嘢啦，咁可能新經濟股咧，即有時好難講噶嘛，即係譬如我哋泡泡馬特咁樣，你即係盲抽佢，即係突然之間同你係嘛，唔俾你出啲盲抽，佢鬧你啊鬧你噶啦，咁你又冇噶啦，咁所以其實有時候咁樣嘅，反過嚟咧，我自己會估市場啊。哦，我會估一個市場，咁例如啲咩市場咧，其實調翻可能會去諗咧。我會覺得英國市場有機會好啲。哦，係嘅，因為你頭先一講到市場，我諗啊，係咪即係美股會繼續強咧？咁樣。美股我就係上半年咯，覺得係啦。咁點解我估美股英國市場好啲咧？即係第一啦，佢嘈咗咁多年，辛苦咗咁多年啦，咁而家都叫奇奇理理出嚟啦。第二，喂，而家呢個時勢應該係疫情最惡劣嘅時候啦。係。希望係，只有更好。聽日好過今日，後日好過聽日啦。係。係一定嘅，係啦。咁啊，你其實佢有谷底轉向嘅機會都高嘅，咁當然個 touch wood， 我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就係疫情仲有第 N 波咁樣咧，最唔想啦嚇。咁但係如果真係可以得到舒緩嘅話咧，其實全球經濟都反彈嘅，而其實本身最多困擾被舒緩嘅地方應該係英國，所以其實我覺得榜應該有力嘅。反而去咗匯度喎，咁呢個係 tips 啊。咁當然都仲有其他原因嘅，咁點解我仲會講股票嗰陣，思晨都講啦，我偷嚟講這嘢。冇問題，冇問題，大家都好有興趣嘅。壓力啊，唔係即係比較忙，好少時間做節目，係啊，因為佢哋叫我叫你每個月或者每個禮拜都上嚟，我好努力㗎啦。因為我其實都喺香港有做資產管理啦，我都有講股票啦，做節目啦，又睇股票啦。咁但係其實我而家有一大部分嘅時間我去起樓啊，其實我係發展商嚟嘅，我起樓嘅係啦。咁嚟緊我會喺即係其中一個樓盤應該會喺英國。即係開嘅，咁所以我會對英國嗰邊多啲了解嚇，咁會特別見到啲榜其實有細，咁所以可能
可能即係因為咁樣啦，我試咗嚟做節目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啦，我就可以成日都好開心咁樣，我都唔怕，我咪講曬啲炒嘢嘅方法俾你啦，咁你咪自己學咯，我講曬俾你聽都冇錯，我做下第二啲嘢咁啊，而家係啦，咁如果你賣樓可以揾我傾下，或者起樓可以揾我合作咁啊，咁即係講下第二啲啫。咁所以其實調翻轉頭，我自己會感受到全球嘅經濟咧，唔係我哋而家香港感受咁樣嘅，即未必真係第一唔係真係咁差，唔好咁窄望住，真係唔係㗎，細一個位啊嘛，你意思？譬如好似有啲東南亞嘅國家啦，甚至可能有啲歐美國家，其實佢樓市都仲有一個比較大明顯嘅升幅嘅。咁當然你冇理由唔係，我唔係叫你去買樓啦。咁但係其實樓價本身係一個製造到財富效應嘅東西嚟㗎嘛。你層樓升多咗，咁你層樓升多咗之後，你會點啊？你可能多錢去消費，咁你 GDP 增長會大咗，其實你股市或者其他嘢都會暢旺咗。咁好多嘢都係有聯動嘅，有帶動嘅。咁喺咁嘅狀態底下，我就會見得到其實有啲外邊嘅市場都唔係差嘅。咁大家可以諗一諗咯。咁譬如頭先咁講，你可以留意一下啲榜啦，你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同英國業務有相關，慢慢開始儲下啲股票啦。咁嗰個都可以諗。當然我唔係講匯控啦嚇。即係我要輕輕講，匯控又特別啲，不過匯控都升咗好多啊。係啊，已經即係你可以諗一諗啦。如果你匯控可以再用大成交爆穿之前講緊，即係44蚊個頂咧，可能佢走多段都唔出奇啊。即係呢個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呢個係後邊講啦。咁我見到頭先有兩三個問題都值得去即係輕輕最後尾講多兩句啦，因為我頭先都見到即係有時候好難揀啊啲股票，即係講完出嚟就好難揀啦。咁我俾個最快，因為時間有限啦，最快揀股票嘅方法咧，你可以嘗試下頭先都講過啦，睇創新高啦。咁同埋你其實真係自己 mark 定一啲板塊，你自己中意邊啲板塊邊啲股票咯。你睇你撳報價機咧，成日都有㗎。你一個板塊邊個板塊最強勢，咪全部喺曬嗰啲升幅榜啊、創新高啊嗰啲度咯。咁你咪喺嗰個板塊自己抄定一啲股票，係似乎似樣喎，又唔係即係有機會係龍頭啦，或者似乎佢有啲爆炸性向上動力，你咪抄低嗰啲咯。同埋真係有時間多咧。我相信咧，即係香港家人觀眾呢樣嘢係最少噶啦，就係時間，係啦，係啦，即係喐啲就係冇時間㗎啦。中意食快餐啊嘛，係嘛？咁但係真係可以嘅話咧，睇下啲新股嘅招股書係啦，嗱唔係叫你睇下啲新股，內地又最中意打新嘅，咁啊，但係咧就唔係叫大家淨係睇新股，係睇下新股嘅招股書。嗰本招股書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嘢係話到俾你知。因為而家好多上市公司嘅業務咧，除咗橫跨自己本來本業之外咧，佢仲會有其他周邊嘅業務嘅。佢嗰啲咁樣俾你嘅 idea 咧，去幫助到你去買其他股票嘅。係啊，因為 Fiona 有提到嗰一樣嘢咧，我覺得同你頭先提嘅好相關，就係佢有陣時同一個板塊咧都會側重係升某一隻而唔升一隻，咁所以佢就係話啊唔知道咁點樣揀咯，點會揀中嗰只，就要做多啲功課啦。係啦，第一係做功課啦，第二就係我有個習性嘅，我通常好少追落後。係因為咩係落後呢？車股只廣汽係啦，就係咁咯，就係咁點？例如你講呢啲真係好多人喊出嚟㗎，咁即係好多隻都係啦。原因好簡單嘅啫，會升咧，有資金流入去佢就會升㗎啦。咁所以佢咪升先咯。咁點解佢會落後啊？佢落後就係啲資金唔去嗰度咯，都唔急住要買佢。咁人哋都唔急住要買佢，你要急住去買佢咧，係咪？咪就係呢個原因咯。咁所以我就好少追落後，咁啊唔好揀落後啦，咁你就會變咗好容易揾得到成個板塊邊就會升噶。好啊，咁今日就大家咧上過呢一堂，應該又學咗好多啦。放心啦，喺呢半年之內，大家又可以重温兩至三次、三至四次，因為即係阿 Nick 喺即係時間有限，都非常之感謝佢可以上嚟幫忙啦。咁希望我會好努力嘅，下一次就再安排佢上嚟繼續上堂。咁而去到呢個時間咧，亦都。要同大家打翻個廣告，因為我哋2021年嘅頭炮咧就係課程，大家都可以上個禮拜開始咧就知道一啲詳細嘅情況啦。有黃榮坤、James 啦，同埋湯兆章 Dennis 咧，大家好喜愛嘅嘉賓咧，喺我哋1月30號咧都會有個投資課程嘅。咁所以咧，仲要依家係即係早鳥優惠嘅震撼價，大家如果想知道牛年又應該點樣部署好嘅咧，除咗繼續可以 loop 翻我哋今集嘅五市新戰線之外咧，都可以考慮報翻我哋呢個早鳥。優惠嘅課程啊嚇，咁今日就時間就差唔多噶啦，聽日咧同樣時間咧就係晏晝1:30會繼續有五市新戰線，咁再一次唔該曬 Nick， 我哋幾個月之後又再見啦，下次見啦，好啦，拜拜。拜拜。